新作品入围台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，同时也和谢欣稳定交往两年多，可说是爱情事业大丰硕。并且他跟女友也特别趁工作空档去山里度假，好好放松，似乎在庆祝迟来的520。王柏杰也直接晒出照片和网友分享，他先是破出烤肉架极度如意，并开心直呼生活好好玩。接着他则晒出自己与女友甜蜜合照，还自己爆料度假的时候他总有个特殊爱好，就是真的不穿衣服啦。照片中他光着上半身，还故意摆出搞怪表情，而下方女友则是对着镜头露出灿笑。两人同框的画面曝光后，也让粉丝纷纷直呼互动实在太甜，可以多发一些合照啊。